出去等一下，要出去进货，顺便又去接一下女儿回来。过八月十五嘛。八月十五放假几天吧？应该是。放三天假。嗯。一斤有十多条啊。看这里，六条、八条，恐怕也有九条、十条那样子。大的都没有，小的也有。哦。就这么一点货了不？没有几斤喽。来来，对对对，给我来打包了。看，这漂亮的鱼呀、啊！哎呀，这个也有点慢的，要全自动的好了，我们买的是半自动的。买错了。是啊，下单错了。对。就暂时这样子用着先，是不是？嗯。卖的好吗？卖的还可以，嗯，挺漂亮的。嗯，你看，就是这样了，一斤十多条。你看，像这种的也是。嗯，这有几条？这种大一点。是一样的，这也有。八条左右，对，八条到九条，嗯，可以可以，继续。还有呢，还有那个五指毛桃啊。啊，五指毛桃什么是泡的？不带去，这里是几斤呢？够了吧？你数一下。数一下先。来、啊，我们去把寄出去先。你一回来，你看要带你去和那你表妹，你应该叫表妹的生日吧？嗯，就是满岁了嘛。嗯，表妹生日完回来，明天就可以吃个饭，开心得很。嘿嘿，开心得很，一天的广香贪玩，是不是？嗯，不过还有两个妹妹吧。在学校作业太多啦。作业多一点好吗？不好找，先下个站吧。妈妈，这不开火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看这里弯弯的。好像是羊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羊羊的。哈哈。因为我们这
里都是山区来的嘛，这个路都是弯弯的。等下上坡那里更弯了，宝贝。小寿星，你跟弟弟一起吃啊！再见。好的。气好大，大大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啊。湖南扣肉，湖南扣肉，来两套，你帮我捏的。要多喝两杯。干活嘞！